老板和员工互换身份，我是这个公司至高无上的老板，而他们是公司卑微的员工。明天零点开始，我是这个公司卑微的员工，而他是这个公司至高无上的老板。那这个他是谁呢？是谁呢？是谁呢？都不是啊，都不是啊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个他是一个神秘嘉宾啊，马上就零点了，一会儿他肯定会给我们打电话，然后让我们给他开门啊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手机已经关机了啊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他提前来了，他肯定要制裁你们的，知不知道？他要是给我打电话，我问啥我乱说，你啥也不知道，啥也不知道，你胡说八道。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就直接给他整小曲儿。啊，可以，给他整小曲儿啊，给他唱小曲儿，唱小曲儿。不是，那他给我打电话呢？不是，他有你电话吗？你想什么呢？他根本没你电话。这次有机会可以加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次正式开始。门怎么开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一般来的时候都是开着门的。有人吗？哈喽啊，小王打个电话啊。喂喂，谁啊？我打的是微信电话，给我开下门。投谁坟？不是，给我开下门。你有红红大嘴唇？我是老番茄。哪位爷？我在门口，一会儿要走。我在门口开门呢，一会儿要走，脱鞋呢。有病，纯纯的有病，里面有人，不给我开门。给黄哥打一个，喂，黄哥。剩下没房卖，扣不剩下，我来，你就叫我。黄，我叫一个大。黄哥，我在门。我说三个菠萝话为何？猜个密码，应该是六位的。六位的，小船长生日，生日几号来着？980621。密码错误。他们不会，就我是新老板，已经做好拍马屁的准备了吧？我的生日970813。密码错误。海皇生日，黄哥生日几号？不知道啊，一个 team 的，不知道他生日，知道老板生日就行了。企业文化，拍马屁是企业文化。再给他打个电话，黄哥，你生日几？我感觉他们好像这帮人没有那么复杂吧，没有那么聪明，想点简单一点的。简单点的，12345566。已开锁。说词儿，海皇说。欢迎新老板，鼓掌。热烈点儿，热烈点儿。仪式开始吧，恭喜你成为小王 team 的老板啊！从今天开始啊，这就是番茄 team 了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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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机会，没机会。我是觉得呀，非常高兴和荣幸能够得到这个机会。每一位员工啊，都居功至伟。但是呢，新老板刚刚入职，整个公司的氛围呢，还需要整顿。到时候啊，各位员工们都来我办公室，我们详谈。浩啊，哎，最近咋样啊？挺好的。你不是耳背吗？好了。那为啥刚才不给开门呢？老板不让。老板不让啊？嗯。那我是谁啊？老板。那哪个老板不让啊？上一任老板。上一任老板。哎，那是上一任老板重要，还是这一任老板重要？当然是您了。哎，挺喜欢喊麦吧？嗯，还行还行。那怎么喊的电话都听不着了呢？那不能不把新老板放在心上啊。放心上了，放心上了，放心。是不是心里那块老老板还住在那儿呢？哟，怎么会？不可能，没有呢，是吧？没有，我这公司啊，就最看好你。虽然说门没给我开，但是谈话里看出你的诚意，就让你做副总。那是上一任老板，连个总经理都不让当，最后当个体制长，不就干活了吗？副总，我还让你当 CTO、COO、CFO，随便选。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他是就冲你这句话啊！以后你就是咱公司副总。哎，行，你这公司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最看重你。哎，我觉得也是。小王这公司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对，就别是上一任那小仇院长啊！对，这公司文化。砸了，成啊！咋不说话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心里有不甘是不是？现在虽然说不是老总了，就算不是个老总，你也得是个副总啊！以前你们搞这个谋权篡位啊，
人家都往死里整你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公司发展到现在，谁是站在最前面的？那得是你吧。这个谁是日夜操劳最多的？那肯定得是你吧。那谁来领导这个公司？那肯定还得是你吧。还得是你呀、啊，我就是一个明面上的老总，你知道吗？领导这个公司的还是你啊。三儿啊、你在这个公司啊最有潜力，小朝院长限制你发展了，你可千万别谦虚，你就是咱副总。哎，你是不是已经是副总了？对啊，我是。咱来讨论一下咱公司未来的战略，不就一天的老板，有必要咱当一天老板那也是一天老板。好了，那老板说一下吧。那么老板这位员工站在这儿听。那为了第二天工作生活更加的方便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啊要早点睡觉啊，把手机收一下，方便大家更好的休息。怎么可以收手机呢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不能收手机呢？可是收手机的话，我们怎么睡觉啊？不收手机的话，你们怎么睡觉啊？可是如果没有手机的话，人怎么睡着的？那有了手机的话，人怎么睡着的？要看东西才能睡得着啊！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你副总起来收一下手机，来、来，收手机来。什么意思？那老板起来收一下手机吧。各位副总请坐。什么是各位副总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才是副总。我是副总。我是副总。我也是副总。CTO、COO、C 什么老师 CSO。你们四个今天一起睡，但是要互相监督，互相监督，好好休息。行了啊。好好睡觉了啊，各位。为什么要录啊？看一下你们晚上的睡眠情况。还录着？关爱员工啊！不是你为什么要录着？皇上朝皇上丝儿啊！好睡觉啊！嗷了！老潘那些都跟你们说了同样的话吧？啊，估计也是。是不是让你当副总？三个副，四个副总。就是。怎么睡觉还开着灯呢？啊！好好睡觉啊！明天还有工作呢，为了身体，知道了吧？帮你们把灯关了啊，好好睡觉。是不是说了同样的话？绝对是。对，我不就是。可以啊，反应挺快啊，别再让我逮到。不是这人有病是吗？干什么呀？啥呀？什么鬼啊这是？对呀、莫名其妙的。突然开灯。不是干啥呀？没啥呀，不知道啊。咱们小点声，声音小一点，群里吧。不是太黑了，哪有灯啊？我有激光剑，笑了吗？激光剑，这么牛，真牛逼！激光剑。轻点。哎呦我去！太牛了！开个换颜色去吧。啊！太牛了。激光剑啊，换颜色哈、啊，不好好睡觉，在这儿玩哈、啊，还钻听几个小样没收，好好睡觉啊，不管你们了，好好睡觉。不是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干什么呢？你们吓死我了！我也是，是不是根本就没走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根本就没走？小奥，你这不对了啊！你骂什么？你睡觉你骂什么？不是我，反正我。我已这不真的不是我，咋了？我刚睡着了，怎么的？这不是他们开灯了，不是我呀，开灯了，不是真的，你听我，不许一起睡了啊，自己回自己屋，搁这装黄，起来，吵起来，睡觉，回自己屋去，三儿。走了，回自己屋去睡。看看你们，就非得闹。真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当老板的时候，这帮员工真的不好伺候，一天天的晚上特别吵。是啊，是。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回屋了呀。这谁屋啊？这不是老板屋吗？这是我屋。你原来的屋是老板屋啊？那现在换新老板了，不得让个屋吗？那老板睡哪呢？沙发呗。打个车啊。打车干什么？回家了。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录了。别，可以。回家了，马上这别。老板呢，总是起得最早的，那接下来就该叫我的员工们起床了。看了他们之前几期视频啊，太暴力了。新老板呢，肯定要温柔一点，给他们准备了交响乐。我操！啥呀？干配色，干啥玩意儿？萨斯蒂师傅，悟净师傅，悟净师傅，悟净，这是啥意思呢？哎，不是喜欢 cosplay 吗？一会儿啊，悟净去
把其他人也叫醒。这可不，那我对副总是不是最信任的就是你？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！二师兄，快醒醒，醒醒，快快醒醒，醒醒！师傅就抓走了，师傅抓走了！别了吧，别了吧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醒醒！不好了，醒醒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！师傅被抓走了，快醒醒！起来，救师傅去！手机，这个公司啊，开源节流。昨天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账本，需要做出一些改变。大家今天吃点杂粮馒头，没有榨菜。节流从哪节？你这一天就从榨菜上节，就买了四个馒头啊，老板自己都没有吃，把四个馒头都给你们了。那老板也不能不吃吧？好啊，不是会做饭吗？稍微做点不一样的，给老板。懂了，都知道你会做，啥食材都会做，放心吧，是吧？没事，随便做点就行了，不用什么大鱼大肉。第一道菜，哎，再来点汤。这，好，这道菜就叫番茄不洗头。很有创意，这个有没有点别的？有一道吗？有什么不同吗？老番茄大出血，也很有创意，是吧？酱料也有了。公司纪律，两个字，松散。从睡觉到吃饭，哪有一个公司的样一个个的？是时候整顿一下公司的纪律，今天都别在家待着了，上公司上班去。一个一个都松散惯了啊，给你们找一找这个上班的感觉，上上强度。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哪吗？不知道，带个路呗。听着，所谓老板就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，从现在开始，小朝院长的一切都将属于我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前台。前台呢？我啊，你啊，啊，这边是我们的水杯，备用喝水。哦，喜欢就拿走，老板。想要的都能拿走，拿，随便。放里头。啊？哎，这洞子不错呀。拿点。老板，这是我们更新的 logo。哎呦，还不错啊，挺不错的。喜欢你可以带走。是吗？啊，拿。拿拿拿，真拿拿。老板，前面是你办公室，这是老板办公室。对。那这是啥呀？狗，这狗人也不错呀，还不错。老板想要也能买，是吗？这是我们的水桶，水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非谁都得喝水啊。对呀，老板也得喝啊。这是咱们这个财务室。哎呦，财务室，财务呢？我，你是财务啊？对呀，他算数贼好，贼快，26×87，58，就是快啊，就是快的。这个对不对？太快呀。125×79，7560，快不快？太快了，就是快，快，就是快。现在是新公司了，那我作为新老板也有责任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员工，所以说熬了，重新来面试你一下。今天都知道你是会做饭，那想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技能？做菜。还有呢？做面。这家公司我可以说我重点的培养心思全在你身上，对你很失望啊！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。你不是能力不够，你是野心太大。之前我给你承诺的副总是不是已经满足不了你的胃口了？现在我是老总，你是副总，那等今天一过，老总走了，谁是老总？我呀。副总他不就上去了吗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昨天招了四个副总，不是不信任你，我是看看你能不能脱颖而出。现在我觉得你能，而副总，哎。
明天的敖总，哎，期待敖总，敖总来，敖总来，小敖姐，新公司现在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立威，新公司3包，我就需要你帮我想想，我给你想个招，有了，有，我不是副总吗？我下面咱给立一个副副总，再给他立一个副总，副总，再给立一个副总，副总，这个副总必须是小专业生。今天当老板太牛了，他我看不顺眼。咱这个副总啊，就让这个高司领导。嗯，哎，这个中间副总就是舵手。小专业生之前天天让我汇报，上厕所都要汇报。副总向副总申请，副总向副总申请，副总再向我申请。我觉得这些小事儿你就可以拍板了。我觉得也是。嗯，大事儿你来决定。嗯，小事儿根本传不到你耳朵里，确实很清静。你对这个公司的结构设计的呀，非常好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有潜力。真的？真的。要不我一开始就看中你了。我潜力是吧？之前没人赏识我，没有伯乐。之前的是他们看不到你的闪光点，大宝了，哎呀，朱玉，太浪费了，朱玉，我是朱玉，你是朱玉，你是宝石，我是宝石，大宝里面的金子，金子，哎呀，发着光呢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我太兴奋了，这我能行啊，这个就能行，你能行，这我真行啊，真能行，这个我觉得你慧眼识珠啊，真的。好好工作啊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回去去干什么？干啥去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我上厕所。上申请了吗？上厕所也要申请啊？没听说吗？干啥都得申请，不知道吗？我申请，那我申请，我先上厕所。我上厕所，哥，我上厕所申请。你越级了？我越什么级了？我是副总，你是副总。那我跟你申请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要上厕所。你得去找副总去申请。我要上厕所，上级。哎，我平时待你不薄吧？啊，确实。上个厕所应该没问题吧？你去吧。同意了啊。啊行，同意了啊。副总没同意呢，啥意思？他还得跟他申请一下，你跟他申请一下，快点！副总，申请一下，我这底下手里有个员工要上厕所。快呀，快点！那去啊，关我啥事啊？他得找你汇报嘛，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那去呗。去了。等会儿，干什么还等什么？还没跟我汇报呢。跟你申请一个事儿，我手下他有一个人吧，他想上厕所，现在要憋不住了，已经就要拉在这个公司里了，他想去上厕所。注意，这么回事啊？传达我的命令，不可以。啊，传下去，不可以。传下去，不可以。我上厕所，我上厕所。我听不了你说话，跟他说去。你有病是吧？你有病是吧？你有病是吧？辱骂上司，还传上来辱骂，警告一次，警告一次，警告一次。我要找齐哥，我要找齐哥，天哥，等老板，老板是你随便见的吗？老板为什么能随便见？是不是你一直在找事儿？这点小事儿，我都答应老板帮他办好了。我现在要见你老板，不行，你得申请。找谁申请？副总。我要见老板，我底下手头有个员工想见老板，有个申请见老板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去，我操，去，你死，去，你死。管不了了，废了！哎呀，不好了！啥事儿？说，小说，院长帮你说完。小说院长，他跑了，跑了，回家了，旷工，为啥呀？就旷工了。哎呀，就交给你这点小事，给他个处分。处分？你帮我传达一下。听说你手下有个人跑了。我手下有个人跑了。旷工了？旷工了。我来传达一下老板的意思。老板听说是要处分他了。这人到底是谁？那是谁呀？你在这坐能想都想出来，查去啊！听说你手下有个人跑了，小马，修马，跑路了，不干了。那是这干啥呀？我哪知道啊？老板现在很生气，火很大。啥火那么大？不是冒火，着火了。老板生气了啊！老板生气了，你得去处理一下这事儿。等会儿，录一下，我录一下。干啥？你干啥去了？什么？你咋了？你过来。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我上厕所啊。你咋不干了呢？为啥呢？我没有啊。至不至于啊。你何必呢，马哥？那以后公司不都是你的吗？别糊涂了，马哥，你想好再走啊。我没有走啊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小时当老板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一天玩得很开心，已经尽兴了，就早早的结束吧。啊，你不当了？还有这种事儿？爽过了。然后今天啊，怎么说呢？各位员工表现都非常的不错。哎，其中敖副总表现尤为的突出。那我觉得最后一小时，就早早的把这个老总的职位给你了。给你。
水瓶，我顶上。我现在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，你是呗。不是只有一个小时了？什么只有一个小时了？老板把他的职位给我了，那我以后就都是老板，永恒的老板。谁跟你说的永恒的老板？不是不是这么不是这样吗？老番茄跟我互换身份，老番茄要跟你互换身份，那明年不是咱俩又互换身份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你什么玩意儿？你永恒的老板？做梦呢？你继承了他，你就继承了他那一个小时，不是永久的？不是永久的呀。你别看我呀，我又不是老板了，听曹总的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切割，切割，切割，别别别，切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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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会再见吗，茄子？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，好不好？再见面的时候你都要开心，你都要幸福，好不好？茄子要开心，要幸福。师傅，开吧。以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了，没关系，你都开心，你都幸福，茄子。茄子，茄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混呢，茄子？茄子。感谢这次帮我，啊、这员工治的。你员工再不快，还叫我，好吧？还帮你整的。